啊，就是类似早上五点，类似，好，类似。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我们先坐着，然后等一下去搭乘。我们要去 Camodes， Camodes， 我们要关注 Camodes。行程是什么？今天行程呢，是我们要去很多的洞穴。那什么呀？然后那些洞穴呢都很湿，所以要记得穿泳衣。然后，好了，你太烦了。然后再我们会去一些度假村，然后我们等下会搭船，搭船的话就要跳下海。就是一天的 city tour 吗 ？Day tour， 对，它是 day tour。然后一台车五千。大家。哦 ，Hello。我们要去哪？还讲 Hello 哎。那不然你不是在露营了吗？我们要去洞穴跟跳水跟海滩。你刚付了5块的过路费，因为你这个是别人的路。前面的路是黑道的路，5块，还给你，还给你合下邮票的东西。
走不到我们的路。那我猜应该没有，我猜应该有。好玩，我们可以一起，超猛。这才是浪，好不好？最辛苦导游，史上最辛苦还有不雅，不雅的人，不雅的人，大家好可怜啊！还行啊，有人度假又讲，我们又回来这里啦，我又来度假啦，要正面要。从那边有一我们在站位置。我们昨天的船就是停驶，然后今天我们已经6点多就出门，很早。然后他竟然跟我说8点的停驶，然后我们现在等到快要10点了，他就说，接下来只收100个人，后面全部给我取消呢。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子 check in 又 check out， check in 又 check out， check in 又 check out， 没网路，没钱没网路。没钱没有路没，信用卡不能刷。没有没有隐形眼镜，也没戴眼镜啊，没有内裤可以穿，没有内裤可以穿。对，衣服臭掉，翻面，头发很油，翻面，头发很油，真的。我还在找网路，没有钱喝酒了怎么办？我在找网路，不管了，我跟你说，太夸张了。我们到底回不回得了家啦？我们拭目以待。你那在几岁啊？我啥子？一点问号，卡莫我们到底在哪？我们在卡莫德斯的mall，我们在 mall， 不能带水，不能背双肩包，对，很多规定，不能带水，不能带双肩包，不能戴帽子，不能戴帽子，很像夜店，很严格，很怕被偷东西呢。啊，我们到底要买什么？这在哪？叫我家哦，现在十一点好不好？怎么有牛蛙？不要怕，你会救我？你怎么自己？被抓到！慢死！被抓到！慢死！好好讲，好好讲，好好讲。你要不要？你要 A。
跳一。回家了，今天是八月几号呢？六号。啊，你们的飞机不是昨天吗？你们怎么还在这里呢？你们好怪哦。我还以为是前天。是前天吗？本来应该是昨天凌晨的飞机，但是他们昨天还去游泳，很开心。因为这个人，全部的人又多留了两天。好，我们终于可以上传了，那个毛真的有找到，应该吧，而且是世界最感动，我们上传了。